节目最后，非常感谢所有后援会干部们用心的筹备，以及在场所有的志工帮忙。今日我们一起享受音乐的美好，音乐会到此结束。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午。112年，龙富弦乐团期末音乐会完美落幕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请拍照的家长。